这对夫妻花8年时间建了一座占地1200亩的农场，里头拥有200多种珍稀动植物。而农场主却是一只流浪狗。丈夫将这8年拍摄记录下来，意外获得奥斯卡最佳纪录长片奖。8年前，他们还生活在小公寓，丈夫约翰是专业野生动物摄影师，妻子茉莉则是美食博主。两人的梦想是建有一座有花果和动物的农场，想吃什么就种什么，梦想就是拿来想的。实际咋整2年猛一，直到梦想有机会照进现实。 这波汪汪队立大功，托德是他们从收容所领养的狗。虽然摆脱了被安乐死的命运，却因为托德在家爱唱歌屡遭邻居投诉，唱歌就算了还跑调，调音师拿他也没办法。直到夫妻俩被房东扫地出门，眼看托德就要从流浪狗变成流浪汉的狗，两人感觉机会来了，农场孟破壳而出，火速制定了一份地狱级农场计划。他们将计划分享给家人朋友，试图得到金钱上的支持，却遭到朋友们的取笑。 地狱级笑话一传十，十传百，没想到真的吸引来了投资者。夫妻俩立马在加州承包了一块1200亩的荒地，发誓要让托德成为世界上最快乐的小狗。但他俩光打嘴炮，毫无实战经验，周围全是机械化管理的农场，显然不是两人的理想型。更坏的是，这片土地相当贫瘠，一铲子下去，铲子先断了。两人紧急上网求助专业人士，幸运收获农耕大佬艾伦。艾伦帮助夫妻俩灌溉草场。 重新翻地施肥，目标是模拟自然生态系统，建设一个真正的农场。这项计划消耗巨大，直接花光了金主一年的经费，却连一棵菜都没摸到。但在大佬艾伦的指导下，农场招募来许多小伙伴。经过一年的艰辛打理，干涸的农场终于开始灌溉，一次性种了好几吨的树苗，75种不同的果树，留住了肥沃的土壤。茉莉还养了小鸡仔、100只小鸭子。 成群结队的牛羊以及2只可爱的牧羊犬，极度使托德面目全非。人畜生活逐渐和谐。当然，每个农场里都少不了一个老大。艾玛是一只怀孕且脾气暴躁的母猪。来农场的第一件事就是搞破坏。第二年，农场里的动植物就超过200种，而艾玛就像喷射战士一样，一晚上就为农场带来17只小猪崽，壮大了破坏王的队伍。农场也迎来了收获的季节，无数的新鲜土鸡蛋出售后被附近商店抢着要。 夫妻俩趁热打铁，又买来几百只小鸡仔，差点把农场变成养鸡场。杏花巷农场的生态系统慢慢形成循环，他们将牛粪做成堆肥，用于培养农作物；杂草则交给羊群解决，而羊留下的粪便又会变成养料，供养稀有的果园。越来越多的野生动物选择落户农场，他们在约翰的镜头下憨态可掬。但经营农场不可能事事顺利，先是艾伦因癌症去世，农场失去了专业人士的指导，很快因为树大招狼。 一晚上就帮农场减负20只鸭子，夫妻俩试图射网拦截，聪明的胶狼咬破拦网来了场瓮中捉鸡，又成功帮农场减负30只鸡。随着加入套餐的鸡越来越多，约翰尝试训练牧羊犬牧鸡，效果十分显著，以1只原味鸡作为代价，双方达成口头协议。胶狼抢不到肯德基套餐鸡肠辘辘，恰好田里的地鼠猖獗，胶狼送他一个成语叫“好之为之”，地鼠心里只有一个念头：想鼠，解决了胶狼的口粮问题。 艾玛这时却生病发烧，拒绝进食。约翰只能临时看树一通下药。艾玛好不容易恢复健康，却开始不吃不喝，心病还需心药医，赶紧把小猪佩奇还给他。艾玛为母则不锈钢，爬起来哐哐炫饭，解决了猪生大事。那头近70成的水果又被穷鸟零元购了，地上的蜗牛也来掺一脚。这一脚差点害果树断子绝孙，显然手动清理肯定不行。屋漏偏逢连夜雨，加州又迎来大干旱，鱼塘里免费一大片。 鸭子们的活鱼自助餐到期，约翰很快就想到了解决办法。这群嘎嘎喜欢吃什么？没错，就是树上的法式蜗牛，一共9万只蜗牛成了鸭子的下水菜，果园总算保住了。有小虫也不怕，咱还有几百只战斗机。隔壁小猪佩奇也长大独立了。出栏第一件事就是给田地松土，送走孩子。空虚的艾玛开启第二春，一只由头公鸡。艾玛很满意这个上门男友。双方很快睡成共识。第五年狂风席卷了杏花巷农场。 干旱也更加严重，但当雨季来临时，农场又因为植被繁茂而没受损失，这波属于是这波。今年的重磅好消息是艾玛生二胎了，坏消息是孩子不是男友由头鸡的，是谁的我不说。农场进入关键的第七年，整个生态逐渐成熟，树上的蚜虫边上就是捕食者的卵。同样开春的还有地鼠，数量之大，胶囊一口装不下。为帮胶囊减轻负担，约翰在谷仓里养了87只猫头鹰，消灭了15500只地鼠。 农场里还有很多专业选手，地鼠与他们和平共处，主打一个越努力越幸运，至少在食物链这块，鼠属属于顶流。好消息是隔壁牦牛生了，夫妻俩也迎来了自己的孩子。
年迈的托德永远留在了农场里，成为一块守护石。不知道是他们拯救了托德，还是托德救了他们的梦想，但现在他们有了新的奋斗目标。孩子一生下来就是农场主。杏花巷农场去年一共卖出227吨水果，足够夫妻俩开展旅游业，吸引各地游客。为了过来看艾玛挠痒，艾玛带娃稳定输出营业，夫妻俩跟游客一遍遍讲他们与艾伦的故事。站在以艾伦命名的瞭望台上俯瞰整个果园。 I remember I asked Alan if he designed the contours of this block to prevent water from running off, and he would say yeah and because it's beautiful. 农场以一种不和谐的开头走向和谐，过程中没有一只小猪佩奇受伤，没有任何解说能代替原片。强烈建议大家去看这部纪录片《最大的小小农场》，相信你会回来点个赞。So what do you want to pick? I am biggest. Okay, we'll pick some nectarines. You made me happy. We should have brought a bigger bag. Look how many there are. Oh, that one's gonna be so good.